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雀巢营养品牌代言人程毅。雀巢营养携手河南广播电视台其洛神水富原班人马，联袂献舞贺岁，推出新年国潮定制祈福礼盒。新的一年，为父母长辈的健康快乐祈福，雀巢营养专为45岁以上人群定制奶粉。12月28日起，雀巢年度会员日上天猫，加入雀巢官方旗舰店，超多会员福利等你来拿。